天刚亮，拉美市慈济之工利亚会的厨房就已经人声沸腾，火力全开，为民众准备美味的熟食便当。主要是加盟是办的市场就有2000多盒，我是尽量的推，能够他们多一点人来吃素，就是平时都好啦，希望他们都是不要吃这么多肉啊。志工李雅慧的家人也以行动支持她，从掌厨到送餐，欢喜付出。这个一定要的，没有他们人手都不足啊，是吧？一定要帮忙嘛。更重要的就是那个掌厨的，就是我的姑姑跟我的堂妹，真的很感恩，我们这次能够好好的完成这一次的提速。民众纷纷响应，以实际行动加入素食的行列。感恩，鼓励更多的人吃素。减少杀害动物，大家一起来也是环保之一，也是现在我们面对疫情哦，所要达到的一个就是不要结恶缘呐。哎，你没有大雨的，大雨的时候。10月13日，一人一善，多一餐蔬食，就让地球多一份健康。大爱新闻，江妙珍、苏欣怡，马来西亚拉美市报道。